具俊晔首接台湾实境秀，他吐惊人内幕，根本不敢想象。陈柏霖第一次担任实境节目的监制，在来宾邀约上，陈柏霖与制作团队则是克服语言隔阂，大胆邀约韩国男星具俊晔。他说，根本不敢想象兄弟会答应，因为我之前完全不认识他，也未曾有交集，加上第一季有很多令人意外的体力活，所以更没有想过他会 say yes。 又单引号，先前陈柏霖在个人 Instagram 发布拍摄照片后，许多粉丝看到他与具俊晔同台惊讶不已，有网友表示这根本是神仙组合，且两人聊天后才发现两人都是处女座，更有话聊。面对外界好奇两人到底如何沟通，吉岛森林制作单位辉宇影像表示，拍摄现场有两位翻译人员同步口译，透过对讲机传达给两人，让两位能够立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。不过没想到具俊晔来台后中文进步神速，加上陈柏霖的语言天分，两人在现场聊开了，有时不需翻译也能沟通自如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